四位也是拼得非常，真的是拼得都非常好，所以我是很满意的成绩。明天还有男子混接，还是要去好好调整，去思考一下今天的问题，争取明天做得更好，也算不上什么回归吧，我觉得只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自己实力有问题。这几天没有什么调整，就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有空的话在村里走一走，也没什么，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因为我觉得人生这段经历放在奥运会这段经历放在我整个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渺小的部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我们还都是要继续往前走。我个人觉得确实是会非常影响，因为基本上我每天早上都是六点钟，基本上每天早上六点钟都会有人来做检查，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我觉得这个真的对于我们整一个节奏来说确实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我检查了大概没数，反正数不过来。反正就像我刚刚说的，基本上我每天早上，真的是每天早上我六点钟起来，啊不，是六点钟被叫起来，然后做这个检查，因为这个指责无端的指责而引起的，包括我们给予我们整个队伍的各种舆论压力。